要感谢我可能出道的比较早，当我接受困扰的时候，已经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如果你说别人对我的攻击或者是一些就是特别难听的话，我会觉得其实那些黑暗只属于那些人，但并不属于我。我有自己一个非常阳光的一面。才刚走完红毯当新娘 Angelababy 可是一刻不得闲，结完婚立刻奔诊所，都是因为这。从出道以来 ，Angelababy 整形的传闻就没断过。法院还建议她干脆去做个鉴定，证明自己没有进场维修过。难度了，我要求摸啊啊！已经等这个机会等好久了。节目上要求摸骨，证明没整形。范爷范冰冰为了捍卫清白，也曾上过医院。女明星人红是非多，虽说清者自清，但流言蜚语满天飞，上诊所证明一下，让自己少受些委屈也是值得啦。有苦全娱乐，清者自清，台北报道。要感谢我可能出道的比较早，当我接受困扰的时候，已经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如果你说别人对我的攻击或者是一些就是特别难听的话，我会觉得其实那些黑暗只属于那些人，但并不属于我。我有自己一个非常阳光的一面。才刚走完红毯当新娘 Angelababy 可是一刻不得闲，结完婚立刻奔诊所，都是因为这。从出道以来 ，Angelababy 整形的传闻就没断过。法院还建议她干脆去做个鉴定，证明自己没有进场维修过。难度了，我要求摸啊啊！你等这个机会等好久了。节目上要求摸骨，证明没整形。范爷范冰冰为了捍卫清白，也曾上过医院。女明星人红是非多，虽说清者自清，但流言蜚语满天飞，上诊所证明一下，让自己少受些委屈也是值得啦。有苦全娱乐，清者自清，台北报道。